还没关吧？他要站八轮甲巡视东港跟大寮了。身为一个总统就不能涉水吗？叫他进来里面看啊，坐八轮甲，对嘛？爱继续行的，真正的，爱有人知影居民的痛苦。有没有看到坐上车了？有何意义？有何意义啊？搞不懂，真的搞不懂。连跟居民、百姓说个话都没有。笑得出来，因为有支持的民众啊。我很想呛他，叫他下达命令，不要像国军一样做一套说一套，真的是没有用啊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加油，加油！台湾加油！总统，南山最后的前台，让我们再来装防水门就好了。要出发了，要出发了。真的真的是要叫他下来走，让民众知道我们的痛苦，让他感受一下。真的是没啥小路用啊，身为一个总统只做这样啊，这些百姓呢跟他北七耶，跟着他后面涉水而过。你看这些民众，真的是做戏呀，真的是做戏呀。身为一个总统，要维护国家，就是要下来感受，感受一下这些被水淹到的居民的痛苦。真的，大家分享。我骑脚踏车带你们看总统是怎样巡视淹水的地方。你看那些记者，操他妈的嘞，还可以坐车。那我们这些民众嘞，骑脚踏车。你看跟谁在后面的这些老百姓。我们这些老百姓遇到水灾就是这样，发生一下，我等一下被人家拖去警察局怎么办？看一看一下我的家乡附带大寮东港，他坐在八轮甲这样巡视。你觉得我们这些民众过得去吗？过得去吗？有人在喊了，叫他下来看看了，叫他走下来。你看那些记者。啊！我就走，刚刚有一个叫他下台，被拖去旁边。
真的啊，我觉得谁当总统都是一样啊，台湾人就是要自己自救啊，要靠这些官员都没有用啊，真的要靠这些官员真的没用啊，只会做戏而已啊。对啊，只会靠一张嘴脸作秀。有没有看到我在他旁边？我在他旁边。你看这些居民，居民不要让他们过了。原因是因为车子开过会，他们有些高处的地方已经都清理完了，如果他们开过就会淹进去，所以前面这些居民是反对他们进去的。如果他要进去查看就要下来看。线上的朋友，你会觉得小英会下来吗？你看你看，我带你们看这些。这些居民就是不要让他们过。有没有？哪来用剑？不要只作秀，不要只作秀，我们不需要作秀的官员。下来用走的，那有罪的。每个村庄都走看看。总统不要转头，下来看看我们这些居民的痛苦。总统不要遇到问题就逃避，我们需要。我走过来。